力量，天地開花。人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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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力量，一个阶段性政治联盟，由四大组织组成，包括前线、普罗政治学院、香港泛蓝、选民力量。我哋嘅主要目标系追击去年出尔反尔、支持通过伪政改方案、自称坚实可信嘅民主政党，喺未来嘅选举推行飘斋飘上运动。除此之外，我哋会积极投入地区，透过不同活动服务街坊，在区议会选举奋力挑战建制派。自从今年年初成立短短几个月，人民力量水银泻地在议会内外持续抗争，已经成为一支旗帜鲜明的队伍。三月财政预算案公布之前，人民力量率先提出要求政府向每名成年人回水港币一万。反財政預算案大遊行，我哋號召超過6000市民，經直破紀錄打小人，喺中環街頭聲勢一時無兩。人民力量突破一般示威方式，喺旺角街頭積極反地產霸權。林鄭月娥，林鄭月娥，唔好犯傻，唔好犯傻！擊退選管會規管網上電台修訂。呢、這個就係網絡23條斬件斬件上架，為嘅係為咗真。面对历史，追究六四屠城责任。平反六四，结束一党专政。最近的递补方案一役，我哋率先发炮声讨林瑞麟。读咩？读咩啊？读咩啊？读咩啊？一个无耻啊你！七一大游行，过万人队伍力逼方案撤回，不惜牺牲自由，为正义一战。人民力量不断壮大，誓要自由民主遍地开花。飘斋飘上，飘斋飘上。